一定要握紧，不能有一丝松动。拇指拉住弦。没事，别着急，慢慢来。你拇指上的拇指环松了，你自己不知道吗？苏国公，你跟踪我？在江二娘子眼中，我就是这么无聊的人。这个地方平时是狩猎的地方，倒是你们贸然闯进来，很是危险。我们实在寻不到别的地方了。苏国公，你方才说柳絮什么？什么松了？你这位朋友因为惧怕拇指上的旧伤，所以特意带了一个松的拇指环。殊不知拇指环不贴皮肉，射箭时指环与箭身摩擦时难免转动，箭脱弓之前方向就偏了，失之毫厘，差之千里，怎么可能射得准？真是厉害。你会射箭吗？不会。弓箭是轻兵器，女子学来防身也不错。下马，站这里。帮我拿着。我没有说我要学。我说你坐。一只手握住弓柄的中间，一定要握紧，不能有一丝松动。拇指拉住弦，就是现在这样。记住你现在拇指拉弦的位置，我带你拉一次弓。握了弓就要握紧，不然就是在等着对手来杀你。盯紧靶心，我数的三，跟着我一起松开你拉弦的手指，记住不要犹豫。一、二、三。真的射中了。你自己来试一次。你手怎么了？没事。伤成这样还说没事，你怎么参考？已经在医治了，苏国公不用操心。大夫说想要治好至少一个月，你等得急吗？你还说没有监视我？我只是路过而已。江离，怎么了？若想彻底治好，今日之内来我国公府。驾。